OK，各位，今天啊稍微晚了个半个小时，这个背景音乐有点大声，我稍微把它弄小声一点。OK， 好，今天很简单，就要去吃摩斯汉堡。摩斯汉堡其实是一个，就像麦当劳一样，在台湾是到处都吃得到的。但是为什么要去摩斯汉堡吃呢？主要是因为我想等一下这边，练习一下这个 Scratch DJ 的部分。那这样子呢，可以坐在户外，它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坐。好，所以我觉得，去摩斯汉堡吃个东西，然后顺便玩一下这个乐器，让大家看一下。那而且呢，现在呢，摩斯汉堡的部分啊，它多了一个这个算是自动点餐，萤幕点餐比较特别，那我去试试看，我还没试用过。那各位尤其是大陆的朋友，我查了一下，就是摩斯汉堡在大陆的情况，并没有说非常多家的分店，你可能是要在广州啦、上海、北京大城市里面才会有，而且数量是非常少的。摩斯汉堡它比较特别的就是说，是米汉堡啊。主要是吃米汉堡，我不想说吃晚餐吃很多，所以吃个米汉堡。那目前来讲呢，说是做直播，但是我也总是要有个主题性，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看到的人应该都是看到影片了，对，因为现在直播的这个时间还没有稳定。不过目前来讲，我大概都会在吃饭的时间这个时间。可能会再晚一点，然后做一下，反正有吃东西就拍一下，很简单，很方便，这样拍一下。对，除非有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要上课嘛，没有办法。那个时间可能拍的时间更晚。那基本上，我想应该拍一下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那另外再想想看还有什么，像我本来今天晚上。我还想拍一个这个打篮球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的麦克风很方便，如果打篮球也是可以，也是没问题的。对，边打篮球边聊天，类似像篮球教学也是行的，这个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但不过今天天气又不好了，这个时好时坏，就是这样，好像有台风要来了。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大概七点半出门的时候，天气还不错。到了大概八点半、九点的时候，开始下雨了。那一直下到下午的时间，天气又稍微雨停了，还可以。但现在的状况又开始不好了，所以最近的天气不是很稳定，而且。变凉了，所以现在要穿外套。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！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没有带外套，那其实很容易就感冒。因为等到下午的时候特别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以往的状况呢，到这个时间还是很热的，还是很热，会一直到十二月，天气都还蛮热的。可是最近呢，开始变比较冷，所以今年的冬天应该很冷。我最怕冷。每次我只印象就是说，它时间大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会有一波寒流，对，然后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大概三月底。这一波，大概是冷气团比较多了，对。不过今年应该会比较早，可能十一月底就开始冷了吧。现在是凉凉的，不过已经算对我来讲，我是很怕冷的。这种天气我就不是很喜欢。好了，我先让大家听一下音乐，因为走路的速度可能要快一点。听一下吧 ，Lo-Fi。
因为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过马路，所以要专心过马路，专心走路，不然会有点危险。Lo-Fi 的音乐我特别喜欢，因为特别的放松。他也是看书的时候听的、就是这种下班有这样 Lo-Fi 的音乐，感觉很好。工作的时候总是比较急促，所以要听这样的音乐来放松自己。而且它 Lo-Fi 通常都是 Hip-Hop 很好听，嘻哈嘛，特别有韵律感。目前在台北的情况啊，就是真的很少很少人做直播。最主要就是直播可能没什么人看，但是拍 Vlog 的部分还不少人呢、那我觉得这可以一举两得，就是拍直播，那你再把它剪成 Vlog。直播现在这个是直视的，有时候我还是希望用横视拍摄。忘了讲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现在是在看影片的人，麻烦求关注，因为关注的人实在太少。追踪一下，大概每天都会，应该是每天都会拍摄，至少两天会一次拍摄。但有时候比较不舒服啊，就没办法拍。等一下过个马路就到了，把镜头切过去。玩音乐调小声一点好了。现在情况就是说，如果你到，应该在中国大陆这边呢、是摩斯汉堡，它是绿色的。那我之前在日本，在曼谷，摩斯汉堡都是绿色的。那台湾呢？是红色的。它是差一点在哪里？就是可能新一点的这个摩斯汉堡，
它是以这个这个年这种这怎么讲健康食物，所以它以绿色生鲜的那种感觉去呈现，那又以老人来吃这个摩斯汉堡居多，因为感觉是比较比这个麦当劳好很多啦，主要是比麦当劳好很多，因为麦当劳太过于感觉人工基因什么之类的 不是那么健康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是台湾的时薪啊，你可以把它除以 4.5 或除以 5， 这就是人民币的价钱。现在目前来讲啊，这个时薪真的是有点偏低的情况。对，不过至少这些好，这是好企业。为什么是好企业呢？它至少是按照我们法律规定，按照劳基法规定，好，该加薪的时候就加薪。如果是小企业，可能就没有办法。对，那他现在打的这个。可能是在做新口味上市，但是我不吃大阪烧海洋珍珠堡，好，等一下看看，觉得不错就点一个来试试。对，你看它的这个自助点餐嘛，限定优惠。OK， 点击萤幕。内用。我看看，其实鲑鱼堡鱼的应该是不错的，因为平常肉吃太多，吃点鱼都会好一点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是牛肉堡，这个不是我要的，不然试试看看刚刚他在做促销的是这个吗？海洋珍珠堡，还是这个大阪烧，这个好了。那么副餐。午餐我点一个什么？一个沙拉，还是一个鸡肉沙拉？一个沙拉好了。饮料呢？我不喜欢喝咖啡，所以一个柚子热茶，这个好。加购的部分呢？不知道什么特别的，好像可以往下选。红豆千层派，试试看好了。好，那完成订单，有完成订单。尚未点餐是什么意思？第一次来要研究一下内容，完成订单。